今天我和我妈上街来大采购，看看那边人超级多，可好信儿了，要到那边去瞅一瞅，看看到底是卖啥的。卖咸菜的，有黄瓜啥的，鬼子姜、辣椒、扑溜克。不行，使劲低了就行。我天哪！稀烂贱的，3块钱吃的。3块钱的葡萄。买点。一会儿上超市出来吧，你看看这么老些人买橘子，啊，买猪肉的。晚上我们全家大聚餐，然后所以我和我妈这出来专门采购来了，看看我们这水果还都物美价廉。这一溜苹果，但现在好像吃苹果的越来越少了哈。嗯，以前我也能吃。啊，现在秋冬嘛，吃点梨润润嗓子。我喜欢买圆一点的那种梨，对对对，就是这种的梨好吃。哎，我给他们晚上煮个银耳雪梨汤哈。啊，那玩意儿不比喝饮料强啊。好，溜溜买点菜，肉什么的咱家都有。好菜的肉有吗？我就想用腊肉炒。嗯，整一个蘸酱菜。那拿个豆皮儿。外面买的，哎，这一样，大葱、生菜、蘸酱菜，啊，蘸酱菜解解馋。你看吧，晚上保证有蘸酱菜，蘸酱菜是最抢手的。对，蘸酱菜，咱们东北就是爱吃蘸酱菜。奔着他的大葱就去了。啊，还是买新鲜的土豆比较好。因为你要是买成袋子的土豆，到时候它就生芽子抽抽了，反而它还不新鲜。它这个土豆虽然说贵一点，但是你始终吃的都是新鲜的嘛，也挺好的。看看我们这儿的蔬菜水果摆的是不是超级整齐，特别有食欲。我都没有想到，就像这个老黄瓜，这咋吃啊？这小车都快满了，大白菜2块了。你看看小刀，上趟超市又买个帽子，这帽子都不知道他咋戴了。这个帽子真暖和哈，好看吗？好看，这帽子。要是都别的色儿就更好了，只有这一个了。嗯，这帽子戴的挺好看的。咱俩现在还有鱼要买，还有排骨要买。鱼关键不买呢，我跟他说为啥？大家伙都不吃鱼，我买的干啥呀？家里还有鸡、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嗯。那就买点排骨去呗。嗯，行。你和我妈干采购的。嗯，全是蘸酱菜多。来吧，看我这帽子，好看。头一回哈，我买帽子。平时我问我妈，妈这个帽子好看吗？我妈都会说，家里那么多帽子了，你可别买了。然后今天我妈来了一句，哎呀，挺好看的，你买着吧。真是不容易啊。啊，我们娘俩又买了半扇排骨，晚上这人多。是。这冬天闲着没啥事儿啊，就是。饭店好吃。就可劲儿造。你这天天叫你这么整，饭店不黄了。晚上家宴啊，自己在家做饭吃。嗯，大厨我出来了。你啥呢？你看我老就是骑个小电动就来了，你不冷啊？哎呀妈，还戴个帽，溜薄的小手套。今天晚上我们做老多大餐了，东北的小鸡儿炖蘑菇，没有一只活兔子能走出成都的兔子。锅里还有排骨，然后呢还有蘸酱菜，我就是现在就准备打一个鸡蛋酱，嗯呢，让大家学一学东北的鸡蛋酱蘸酱菜，老好吃了。这种做法啊，我咋没见过呀？您头两天我那么炸，你是新学的做法啊？对呀，他告诉我。直接掺里头鱼冻布，好吃就接着做，不好吃我找回去。加上酒和油了。我看看，这就出也行。我还没有那样的方法好是吧？对，那个含油多，显得就好，没毛病。
这个跟平时咱吃的完全不一样啊，老舅。我上次那么炸，他说的你别那么炸。我们平时的做法都是，就是先炒鸡蛋，然后再放酱，还是那样做好哈，老办法。还是那样。最好吃的。啥呀？干呐，兔子干。兔子干。啊。别说。你看我妈搁那瞅着。我瞅着她不也得吃吗？我不瞅她也吃。不让我做饭，我不就吃不着了吗？是不是？咋样？好吃，你尝尝。我不吃，你吃不？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！我不吃干，太干巴了、啊，你吃吧，卷儿。嗯。真香。放盐了吗，卷儿？放。啊。一会儿排骨熟了，我先再来一块。然后没等上桌，吃饱了。鸡肉炖好，我把那个鸡胗和那个鸡心吃了。嗯。等上桌的时候，他们说：“啊，给我吃，你们吃吧，你们吃吧。”让他们先吃，然后我就不吃了，是不是？套路多呀，我就真是。我在厨房偷了一口蘸酱菜。里面裹着黄瓜、生菜，还有大葱。中午都没吃饭，就等晚上这一顿儿啊，这不得可劲儿造啊！准备的养生饮料，然后还有我妈的蓝莓酒，喝的、吃的准备好了，然后就等晚上我大姑一家、凤姑姑一家，还有我舅一家，大家就等晚上吃饭了。我舅比较辛苦一点。我就还得来做饭，然后我老爹呢出去买啤酒了，差不多买了已经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了，我估计啊按这个时间算应该是去哈尔滨买酒了，那哈尔滨买酒的话回来还得做核酸还得隔离，不一定能赶上这个饭了，这家伙上哪儿买啤酒你说都应该回来了呀，跑出去就跟人唠嗑不回来了。在哪儿买的呀？哈尔滨。哎，你看，我就猜到在哈尔滨买的。啊，你喝完回来了。哈尔滨，我没敢喝。给我姥爷开小灶。你给他整点那个大白肉。这就大白肉吗？那兔子不就大白肉吗？啊，你姥爷最爱吃大白肉，跟我是一个口味。好，可以了，差不多了，老头老太太。你得够他们吃啊。够啊！阿姨老向着我了，给我拿了一盆子。太多了，我再整点小黄馍。对，俩我才行。这馍太好了，对，这是放点原馍，咱一大杂烩，放点小黄馍，好好了吧？哎呦我天，文物开会，多了，文物开会，吃吧。您说群英荟萃，这叫泡啊？群多不多？蘑菇开会可以，蘑菇开会可以哈。小鸡儿七八分熟，下蘑菇就 OK。今天我就是亲大福，我是雕二福，他炖菜我炒菜，吃饭呢，摆饭。哎呦我天！他们又在那儿商量如何把杨奶奶从青山整回来。然后我们吃完饭了，今天做了好几个大炖菜，然后所以这个炕啊嗷嗷烫。刚刚我两个姑父才走。哎，你看看我老爹，在这睡得糊糊的了，喝多了就想睡觉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在家吃饭，其实是三喜临门。第一点呢，就是我大姑一家，然后要去我嫂子那边提亲嘛。第二呢，就是我这不是当上委员了嘛，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第三个就是。其实过我本来是想着说是九号吃饭来着的，寻思这一大家子聚在一起好吃吃饭，这就是找个机会，然后大家一会儿凑凑热闹，开心开心。